刚才去看了一下爷爷，爷爷身体还是可以的，我也挺高兴的。我特别想你，是吗？因为他说我只能跟你说法语。我带大家在路上走走，小杨，看看，这些都是住家户，咱们左手边这些，是吧？然后底下是商业房，这种地方，好多都没有。还有杂货店，是吧？这是，比如说这是杂货店，我们在这儿买电话卡。是，很像。这里面，在这里边买是吧？嗯，这是杂货店，相当于是。体验一下在摩洛哥。不是这儿走鬼吗？是，小明在。我在开车。开车。对，还行。啊，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其实路况还可以的，宝贝儿。对。我之前6年前来这儿开过车，觉得你爷爷奶奶这边发展的还挺好的，摩洛哥。然后刚才去看了一下爷爷，爷爷身体还是可以的，我也挺高兴的。我特别想你，是吗？因为他说我只能跟你说法语，我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机会说法语。说法语啊，对 ，OK， 到了，到了。刚才已经看了爷爷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启程就去追寻之前小杨每次来这里就是放假的时候跟奶奶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去什么地方？大合剧，大合剧，嗯，他最喜欢的海边，因为那边以前没有这么多游客，然后特别干净。哦，那现在也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去看看，我还没去过呢，是吧？全都是中国人。哦 ，OK。他们会玩那些 surf 什么的。哦，冲浪。对，嗯，会冲浪。那个地方好多都是玩瑜伽啊什么的。哦。到时候给大家看看，其实也可以过来玩一玩。可以，没问题。这个地方我感觉交通啊各方面还都挺好的，其实开车还是可以的，就是而且车也不多，关键是没有像巴黎那么堵车。这会儿那个油价也涨了不少。对，现在这个地方的油价，是和巴黎的油价是差不多的，就是这边柴油的话一升是1.5块钱，法国才七迪拉姆。对啊，现在涨了乘以二了，1.7欧。刚才你叔叔说这里所有的物价都上涨，比如说咱这一杯咖啡吧，在这儿能找到的咖啡，这一杯咖啡的话大约是以前是10迪拉姆，现在呢？现在25。嗯，25就3欧元吧，2.5欧元吧。对，哇，和巴黎价格差不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喝了一个这样的果汁，这个果汁，这果汁的话多少钱？果汁应该也得个30迪拉姆吧，40来块钱，是吗？好了，朋友们，一会儿带你们出发了啊，跟我们走吧。可以啊，这远处的没吧？这种荒漠，感觉荒漠似的，没吧？嗯，给你买一套。产天然气的地方，就是亚加迪尔产天然气的地方，是吧？我现在温度好高啊，至少得有35度吧，35度到40度，这完全不用暖气了。他们没有安装，没有暖气是吧？对呀，没有安暖气。大家看看这里卖香蕉的，到处是，都是那种小香蕉。这个路上有很多卖香蕉的，还不错。哎，大家看看，全都是。多少钱？这里卖水果的还是挺多的。对，这个地方是这个。好吃的饭店，这里所有香蕉，阿里巴巴酱，这个前面这个饭店是最好吃的哦，是烤肉啊，哦是吗？然后这后门你看看，这里边他们是，大家看这香蕉，香蕉、水果、葡萄，大家看看这里遍地都是这种小花猫，特别多，这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一共有5只猫。西瓜、哈密瓜、香蕉。好，这个地方我们到了海边了，开车。这个地方属于是富人区吧？啊，这边房子建的还不错。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小杨以前的叔叔投资的一块地，现在都盖成这种很大型的酒店了，是不是啊？好像吧。然后你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来这儿。你看这个地方，一个东西都没有。对啊。全都是。就是你叔叔把那些这边的以前买的一些地方地都卖给这个酒店了，是吧？嗯。
他这个酒店叫哈迪颂，感觉还挺好的这里哈。他这里可以学那个冲浪，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冲浪的价格是半天是350迪拉姆，差不多是35欧元，150块钱人民币吧，大约。哇哦，这里好看哎。这个地方早餐在这里吃，然后我就看到对面的大海，咱们弄一个遮阳伞，不然太热了，这边温度得达到40度了。怎么样宝贝儿，你的回忆这里还有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安静。对，就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山头是吧，然后就是沙滩，而且什么都连这个一盘这个雨地这个地方，一点绿色的都没有，就是很沙漠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咱们中国的老铁们粉丝们都不知道雅加迪尔这个城市。对，就是摩洛哥的雅加迪尔城市。这边的人比其他的摩洛哥，他不是阿拉伯人，都是波波尔人，比较热情啊、哦、然后大家都很，他们的表情一直笑，就是非常热情。对、没有不开心的是吗？对，和咱们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也是56天都有太阳，太阳，所以我们就是就像你一样微笑，必须笑，对，挺好，必须笑。这个是摩洛哥当地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啊，大鸡，主要看草了，是鸡肉的，这个是虾，哎，比哇，差不多，哎呀，你看看这个鱼，是吧？鱼，太牛了，你整只鱼这是吧？要是没筷子不方便吃，哎，没筷子不方便吃，你还得弄点辣椒面是吧？孜然粉。辣椒面儿没有，尝一尝。这东西没有。扫把李宗峰。喂。随便。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租这种冲浪板，还有这个冲浪专门穿的这个衣服。宝宝，这马，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在这儿骑马？对呀、啊。是吧？这个感觉，我跟你说啊。太阳快落地的时候，然后落山，骑马，落山，快下，这里没有山，落地，后边就是。这里还有只小花猫，老婆，你看这个小猫，然后和这个马，咖啡机都是用铁笼子给它拴起来的，咖啡机。因为这个地方是去开发的路，你知道吗？哦。有的人不愿坐那个高速公路，因为要付费。哦。他们都是这样，大家住在。下班了以后也可以喝到咖啡的哦，就没人了也可以喝到啊，就防止被偷呗，咖啡。对，这是这边的小巴士，公交小巴士，这里是个药店哦，接员工的是吧？这小房子挺好看的，大家看这边路上还挺干净的，感觉公路还是挺干净的。小杨到哪里都得喝咖啡，我老婆。今天晚上去你家里亲戚家吃饭去是吧？哎呦我去，三个人正常这个东西不许这么开。知道吧。小杨说以前来这里的时候地下都是土的，现在已经弄上水泥了。回来吃饭了，晚上在这里吃晚餐，看看他在干嘛呢。放假的时候到这儿来就写这些东西了，他的好多书本还在这儿，我老婆的书本。哇塞，妈妈，你进去一起在不过来现在我进去哇，我已经给了日刚举了哈，就举了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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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那个小杨的姑父，介绍一下，明天跟着他去那个摩洛哥的南边。我们等那时候把去菩萨嘎巴快嘎巴嘎巴给了我吧，够不够的，我也没带 OK 那么大就山区里面
带你们看看。哇，铁人三项，我这哇哦，安慰。La course。真人在这里。铁人三项：游泳、跑步、骑自行车，厉害！哇，安慰。这个是那个摩洛哥的那个面包，啊、嗯，还是热乎的。喂，塞克维布啊，是巴兰，不是新马。王叔，王叔，我们今天吃这个鸡肉，嗯。严峰，你这是你这是。哎，你你 baguette 不知道？好，吃完了。哈桑弟弟，烤鸡。好吃，喂，好吃，烤鸡，好吃，喂，烤鸡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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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delicious， 好吃，啊，烤鸡，吃完鸡肉，然后吃水果，香蕉、苹果，什么？啊，还有那信息吗？信息吗？拿杯子来，信息，啊，我再给我。穆罕姆他是一个游泳健将，和他那个弟弟啊，爸爸，他们很厉害，是游泳非常厉害，嗯，父亲培养的非常好，他两个都是铁人三项。喂，你fais quoi comme sport？ 嗯，你fais quoi comme sport？ 我是électronique。喂 ，le vélo。Tu viens de commencer ou t'as fait non, depuis non, longtemps? Ça fait deux ans. Quatre ans. T'as pas des photos à me montrer? Regarde, regarde. Viens sur le. Et c'est le son. Wow. Ta gueule pour que je regarde les photos. Wow. Ah oui, ah oui. 吃饱饭了，今天吃的非常开心，吃的鸡肉，然后吃的水果，大家晚安。观众们，杨米家，拜。